我叫 Audrey， 是一个中四的学生，我是一个很怕丑和敏感的人，除了我弟弟之后就没什么朋友。初出翻社都发，我都不是很习惯和其他人交往，所以我就表现到好像很讨厌所有人和不想参与，甚至在翻教会的时候说要去上跳舞班，找藉口来逃避。上两年的暑假，爹地妈咪逼我去 SYM 的 summer camp，所以我决定去 camp 的时候听下诗歌，听下讲道同埋参与下啲游戏，我就发现情况唔系我想象中咁 worse， 仲识到啲新朋友。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成个 life 都好 negative， 所以成日画画 release 自己嘅情感。后来其他弟兄姊妹觉得我画得好靓，所以就邀请我帮手设计海报、圣诞卡、Instagram 贴图等等。成为 SIM 的一份子，让我有机会发掘自己，运用上帝赐给我的艺术才能，我开始受到不同人的肯定，令我变得更有自信。我现在很积极地参与教会的 Life Group， 成日参与 SIM 的活动。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会找回 Worship 时候的诗歌，觉得上帝好像跟我讲紧嘢。我最喜欢的诗歌是 Reckless Love， 歌词的意思是无论你完不完美，上帝都咁爱你。以前因为我细胆而自卑，但其实成为 Christian 不需要做得很 perfect， trust God 就已经足够了。